有没有？这就是我那时候私底下玩的，现在第十三天，有没有看到那个左边拿那个大棒棒的那个锤子，还有馆长在上面，有没有？哎，为什么？哎，一开始就 boss 是怎样？啊，对哦，第十三天哦，靠腰，一开始就 boss 了。哦，我靠腰，真小啊！等下，等下，等下，这不对对劲吧？怎么忙死一个人？哎，哦，还好，还好，啊，还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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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有人要死，有人要死，快快把他射死，把他射死！啊，射死他，射死他！哦耶！也是，哎，又有特殊角色了啦，好爽哦！哇，阿诺斯瓦辛格跟阿兵哥，哎，干怎么那么强？还是他本来第二章节前面就有名字啊？也感觉赚到哦，感觉赚到哦，也不错。那我们先想办法清一下，已经晚上了、哦。我们先赶快设法到房间里面避难一下。来，先进去，先进去。OK， 进来就可以进站了，省一下子弹了。哇，两只特殊角色哎、欸，感觉好像抽卡抽到 SSR 那种感觉，超爽的，是不是？好，等我先把它清完了。开场高潮射死一个人，真的，一个开场我就莫名其妙死了一个老头，蛮屌的。第一次看到那种谜样般的生物，而且我发现人越多，其实越难移动哎、欸，人越多越难移动哎、欸，我的天啊，这也是他的缺点吧？人越多越难掌控。但是相对的火力就高，有没有？你看又卡住了，不要卡住的话，拜托我求你了。人物太大只，卡在门那边，而且你要让那些没有装备的人去拿那些装备，你还要刻意从他身上溜过去，才有办法装备，其实有点麻烦。啊，我只是想要进来拿个东西，就卡得要死，太肥了，跟我的体脂肪一样肥啊。有记录档吗？会啊，会有记录档啊。那只是固定给的特殊角色哦。原来如此。哎、欸，安安福福之子，哎，你好，好久不见了。各位早，各位早。有一只猫？哪里有猫咪？你是说待会会拿到一只猫咪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们先出去，现在白天。啊？为什么还有啊？等一下，这种情形啊？那个是第二章节的 BOSS 是不是？然后这个是每隔七天的一次 BOSS， 我要大概能理解什么了。没关系，我们带着我们的枪，先怒碾一波。啊 ，BOSS 在哪里？射屁射啊！可是子弹耗好快哦，还没遇到 BOSS 之前，我子弹可能就用完了吧？哇，我三十个人了，还有成就可以拿，好好笑、啊。烤死他们！撑住，撑住，撑住！快点，快点，快快！拿枪，拿枪！先清周围。啊，不管了，先耗一下子弹，清一下好了。我要晚上了，哇，这个第二关变得有点难哦，我觉得。第二关变得有点困难了、哦。哇，他们都变强了，他们都变强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行行行行，哇、哦，那边好多食物，玩的太多只，必须切换枪模式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半夜出来，不太对劲。哇，要没子弹了。哇，太多人了吧？太多僵尸才对，不是人啊！我们有人死掉了，我们又有人死了。哎、欸，我们的护士哎、欸，我们护士在里面还好。看看下一个下一栋房子在哪里啊？我们死三个人了，先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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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、哦，先跑了。这个地方路怎么那么大大一片啊？往这边走，往这边走，刚好。我觉得我们等一下，嘿，那边有一个人，救一下。哇，两个人，我觉得等一下我们白天再出来好了。
里面这边应该会先弄一波，弄一波僵尸，弄完之后出来，等白天再出来。这边等到晚上好了，啊，不然太危险了。我们现在比较缺的就是捕尸啊，捕尸只有一个而已。好多粉丝，哎，有厨师耶，可是不会补血，太可惜了。真的要那种会补血的护士小姐，那个都要去医院啦。可惜我不知道这医院在哪里，就是了。食物能干嘛哦？就是他们每大概固定一个时间会扣那个左上角的那个汉堡，有没有看到一次扣30？啊，没有的话他们都会20。啊，那他是依照你现在的人数在扣的，像我现在30人嘛，他就直接扣30。啊，食物是拿来就是啊，让你可以存活下来的。哎，现在白天还可以吧？我们先走，不管了，这些僵尸太多了，打不完。真的打不完欸，快吧快吧快吧，好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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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清掉一点就直接不要弄枪模式了，不然的话太浪费子弹了。哦，这边还有，然后刚好要晚上了，太棒了，我决定在这里待一个晚上再出门，就这么说定了。那人太多也不是一件好事，有没有？完全都卡条哦，晚上了，还会再玩这款游戏吗？如果我有顺利过到第三关的话吧，搞不好今天就可以过关了，今天可能就可以过到第三关也说不定，搞不好啦。抱歉来晚了，没关系啊，有来就看，没有来的话就看记录档，就这么简单啦， OK 的啦。哦，好多子弹！捕尸很难找，所以尽量把捕尸放中间才不会死。了解，可是我不知道要怎么把它弄到中间呢，因为他们走路都好随机哦，他们走路的随机性真的是不受控，我觉得，我是这么觉得啦，不受控。他们想往哪走就想往哪走，虽然是我们操控他啦，但是啊，只要一卡条啊，一卡条，你看一下这个一卡条就在那边了。啊，真的是有点麻烦。哇，这阿公好强哦，满等的阿公，攻击力也是不错的啊。第一次看老头直播，嗨，你好，安安。这是幸存者集体霸凌僵尸的游戏。现在你看像是集体霸凌，没错啦。我觉得到后面是变成僵尸霸凌我啊。啊，这款游戏没有这么的简单啊。目前为止，我认为是这样，这只是前面而已。哎，这个有个小木屋哎，来看一下。哇！哎，这木屋不能进去。我靠，那个爆掉的那个声音，还破音是怎样啊？爆到破音是吧？打啦打啦打！冲前面！不要分散啦，霸气又分散了。哦，这边我们这边有个人要死了，还有护士小姐，哦，非常的集中，没问题。我们往上冲一波，赶快往上冲一波，上面好像有房子，拿一点子弹跟物资，快点快点快点，往上往上。哦，我们下面有个等级三要死是怎样啊？啊，被咬死了，抱歉，我没子弹了，冲啊！为了部落，这个好大间哦！哦，这里是商店呢。好，我们来到了商店了，太好了。可是商店好像没有人可以救的样子。不过这边是满满的物资就是了。我上次是有到那个军械库啊，直接送你600-700发的子弹，爆爽的，然后获得了一位警长。到不行，我这边武器好多哦，应有尽有哎，但是就是没子弹。我们这边等到白天再出去吧，一样意思啊。顺便看一下他们可不可以替换什么武器之类的啊。虽然我是对不到他们啦，对不到就算了。馆长不是有两个，一个死掉了、
抱歉，我没有办法保护好两个馆长，一个馆长被咬死了。我们替他默哀个十秒钟。一老头之前被僵尸霸凌的程度，我觉得再没过久就爆气了。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接下来会是怎样的一个关卡模式啊！啊，我现在就是一个完全初体验的状态，好吧？我们现在就这样子等白天，啊，我们再出门，拿刀最好。可是刚刚那个情况，如果不开枪的话，我觉得会被围死，因为僵尸群太多了，我觉得会被围到没剩没多少个幸存者。我个人建议。刚刚那种十面埋伏的状况呢，还是先开枪比较好，会比较妥当啊。开枪这个情况，我觉得不开枪不行啊。这我没子弹了。冲啊！往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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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上！上面有啊，上面有一栋小房子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！哇，等一下不对劲哦，这个不太对劲哦。虽然打得快啊，有人可以救！哇！救命！上面的房子可不可以进去？上面的房子可不可以进去？等一下啦，这是种田哦。啊，不对，两只狗是怎样？啊，没关系，两只狗也可以啊。这不是房子啊！完蛋了，完蛋了！哦，要被包围了！我的狗要死了！冲冲冲冲冲！好，再集中一点，再集中一点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这个血量不行，快点啦，来点捕尸啊！我只有一只捕尸而已，不够。你看你这个僵尸量，你叫我不要开枪，怎么可能的事情啊？我剩九发子弹了，耶、yeah! ，没了。哇，我那个狗变僵尸犬，完全就是僵尸犬来着啦。哎，又死一只了！我们那狗的等级没有高，没有满级啊！哦，变三十一位了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往下，往下，往下！哎呀，晚上喽！快点，快点，这里死路一条，我们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！啊，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商店可以食物拿来换子弹啊？啊，食物换子弹啊！那食物那么多。1066吃不完啊，我说真的吃不完，吃不完。不要又走到旁边呐！哎，补血补血，哦耶哦耶哦耶，补两次补两次，赚到赚到了！可是完蛋了，晚上了，晚上晚上了，快不快不！我们的护士还在哦，对，没错，我们护士还在。哇，可是我们的护士居然在前排，靠呗，尴尬了。不对啊，护士在前排啊！哎，可以不要这样吧？快点，快快快快快快！开枪，开枪，开枪！啊，有人死啊！啊！我的护士小姐不要挂 ！Oh my god！ 哇，史上惨状，快跑 ！Oh my god！欧里关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不行，这不行，这不行，哥承受不住了。哪里有房子啊？啊，死了五个人了，快跑哦！哎、欸，哦，没有，那两只大佬还在，馆长也在，太好了。啊，我们的输出角色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，快点，快点！哇，提供子弹不错，十发而已。老头死了，老头死了。老头死了，往上，往上，往上！不行，哥要不行了，怎么这段路这么难走？第十八天，快点，快点，上面有房子啊！哥看见了，给我一线生机，好不？快点，快点，快快快快！哇，要死一个！我们的护士哎、欸，我看到护士在中间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跑，快跑！我先不救，我先不救人，救人没用啊，先进去再说。哦耶 ，safe， 太棒了，太棒了！
剩下23个人，我们死了7个人。输掉游戏吗？还蛮算蛮输掉，但是还蛮刺激的，就是了。哇，又有子弹了耶！我觉得我的判定错误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些子弹应该要留在这个树林的这个9弯18拐之间使用才对。如果我那时候有子弹的话，可能就不会死伤这么惨重了。啊，这个没办法，算初体验吧。啊，我咱们初体验没有办法预判之后会是什么样子啊。啊，如果还可以再开一局第二关的话，基本上我大概就会知道那些子弹要省在哪里了。会很清楚知道要省在哪个地方啊！刚好晚上了，太好了，白天再出门。捡捡捡，谁都能死，就是巫师不能死，真的啊，因为他会补血啊。虽然补的很少啊，但是他算是我们的生命之泉。哦，可以在那边过往一下了。老头几岁啊？18岁啊。老头死的还蛮帅的。为什么死掉会很帅啊？安安，哎，小编安安你好啊，不对，应该叫你美美的。今天不看火影是吗？火影不是到博人传了吗？博人传后面越演越奇怪了，我觉得。虽然我没在看啊。啊，真的啊，是从第一关开始重打哦。啊，那感觉很沮丧哎。如果我因为这样子要重打，我会觉得很沮丧，你知道吗？我往左边走，我往左边走，这边有房子，哎、欸，这看起来像军械库哦。没得给你看，看，欢迎来到天堂啊！我们来到天堂啦，大哥们，这是天堂，军械库啦，各位。好吧，这是天堂，这是天堂。谢谢。子弹有924发了。下一只 BOSS 是21嘛，第21天嘛，7321没有问题。OK。哎、欸，我们还有人没武器哦，天哪！开一波，怒开一波，顺便练一下经验值。还有一个老头，完了，他没子弹了，省着用，省着用，快跑！有空隙就先跑了。右边有一个很大的房子，这间大房子里面有什么秘密呢？好，先把我围死。100经验值好多，欸，那个等级低手上又没拿武器的，好，拜托你们自己斟酌一点啊，没那个能力就不要冲过去自杀啊。啊，原来这里没路哦。欸，我要怎么过去那里啊？对对对对，快快快，近战近战近战。欸，护士小姐咧，我看到了，就中间，还好。要晚上，要晚上了。冲啊 ！Safe，nice play。我这个 safe 怎么飘这么远啊？是怎样？老头走错棚，按继续会从第二关开始吧？我希望如此啊。哦，有补血，太好了！28个人，我觉得玩这款游戏啊，我觉得理想值是28，理想值是30人，我真的这么认为。你要是凑满到60、70个，我觉得大暴走了吧，你完全没办法控制啊！你30人，我觉得算妥妥欸，就好比说你是学校的，应该是说，就好比说你是某个学校的班长。某个教室，某个班级的班长啊，哦，班长一次控制20、30个学生，不为过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一次要控制上百个学生，
一定会有人出包啊，绝对的。所以说，我觉得这款游戏30，我觉得算是最适合探索的一个人数的感觉，我觉得是这样子。总共有几关？听观众讲说有5关的样子吧，有5个关卡，我现在才在第二关而已。白天的赶快出去，白天的赶快出去，东西该捡都捡了。快点快，切换着枪模式，先往右边的房子冲一波，冲一波冲一波，又救两个人，30了。那边有武器耶，算了，等一下再捡。哦，那馆长怎么卡在那里啊？啊，哇，那狗狗也这样子啊，落单了、啊，狗狗也开始不听使唤了，是吧？好，真的有人破关？有吧？这个游戏其实出一阵子了，没有人破关是不可能的事情啊。这游戏很久了。那么多食物没有用啊！我要的是子弹跟回血的、啊，好多生存者，真的。你觉得月月哪一次听你使唤了？啊，也是啦，别说了，食人巨婴嘛，啊，食人巨婴的那一只也不听啊！哎，你这样讲，我瞬间懂了什么？先跑。这边好像可以进去的样子，就是这里了。Yes， 又有东西可以拿，好爽。呀，刚好要晚上了，大胜利了啊！哎，安安卡斯伯，管不住我们的班长都快疯了。老头叫你名字啊？不要啊！不要啊！我为什么要叫你名字？啊，快走！最多可以到几人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这个游戏应该是你想要多少人就多少人吧，没有什么限制吧，不影响游戏体验啊。顶多就是人多到你控制不了，有没有？然后就被咬死，就这样子而已啊。哦，刚好白天了，太棒了。太碎了，太碎了！大胜利耶 ，BOSS 来了！我已经准备好了，龙来，你底都位啊！我子弹存一下，我感觉我好像要 safe 了、哦，我觉得我要 safe 了、哦，这条路给我感觉是 safe 哦。那 BOSS 在哪里啊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这边用敲打了。靠，又是你啊、哦！哦，哦，有人死了！妈咪，打死啊！等一下，你这样打不对啦，哪有人在这边打的啦？我靠，要死一大堆人！看，我受不了了，我的控兵不错，我的控兵控错边了啦！哦，死一堆人！让馆长去打啦，87哦！撑住，撑住！哎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哇，18个人！抱歉，我控兵不佳，控死了一堆人。哎、欸，护士死掉了！啊不啊，外护士！哎、欸，护士死了、欸！靠呗，护士小姐，啊，你就这样走啦。啊，哪有人挡在前面的、啊，护士小姐？完蛋了，哇，好多武器啊、哦！哦，碎碎碎碎碎碎！哇，前面就是军事基地了，我居然在这里痛失军团，痛失我的军队，太难过了。老头，你不叫我名字就退定，好啊，再见，拜拜。拜拜，五营再过来。嗯，哇，我居然到第3关了，好屌、哦！
惜我们现在还是没有新的医护人员啊。往上走，往上走。哇，好多人，好爽啊！音乐好欢乐哦，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应该没有人拿武器吧？那我们拿一下稿子好了。欸，那边是医院对不对？好多尸体哦。哦，太棒了，那里是医院对不对？可以可以可以。哇，新角色！哇，这怎样？哇，美少女欸！哇，美少女欸！好酷哦！我们看一下美少女怎么攻击好不好？没有，就一般的砍而已啊，不然你有什么放大绝啊？我来笑笑的，嗨，来吉吉，你好。哇，好多人拿枪，我们啊，哎，不要浪费子弹，只是想展示一下我们的火力多猛而已。噔噔噔噔噔噔，这边一定有医生，我敢打包票，绝对有，至少一个吧，拜托啦，给我医生啦！求你了！其实要医生，应该说，与其要医生的话，我倒希望是护士小姐啦，好不好？看起来心情会比较好一点，好吗？哦，你看，会给医疗包的医生，啊，人生圆满了，没有啦，其实还不够。我有看观众的留言哦，一个团队至少要3到5个医生或者是护士。才会稳，才会妥当。他这样子讲的，我觉得还蛮有理的，因为他们会轮流补嘛，对不对？他们会轮流补啊，轮流补基本上你这个团队就无敌了。啊 ，A 补完换 B 补 ，B 补完换 C， 啊 ，C 补完换 D， 啊 ，D 补完再换 E， 啊，对不对？护士贼贼，应该有3个医生，真的假的？那这样子感觉能过关指日可待啦，对不？新角色伤害很高，真的。我现在身上就3只新角色啦。你看哦，我有这一只，这一只，这一只。哦，这只好强哦，血有1000呢，但是攻击力没有它高。哎，这只血少，但攻击爆高的300。哇，好酷哦！我都已经走到这里了，怎么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吗？上面我们走过没？没有。可以玩立滴吗？立滴是啥物？我唔知立功诶，立滴是啥物物件？有补血包，赞哦！换 A， 一补完换 A， 以此类推，不断的循环啊，分工合作，医疗包生产器就交给他们了，来吧。哇，后面有一个落单的家伙啊，啊，那边摸鱼，哦，护士姐姐，姐姐，我就知道你会回来。护士姐姐来了，我们这样子有2只了欸，可是不是有观众说应该会有3个吗？还是说我漏掉了哪里啊？算了，我不想再探索了，感觉很费时，我们直接出来吧。但是我们要好好保护这2个医疗人员啊，我们的命根子啊，这个命根子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欸，为什么你要？哦，那你是城，这是城墙啊，是吗？那不是城墙吧？我应该可以这样过去哦。哎，不行哎，为什么？啊，那个，哦，原来那是城墙啊，做的像是一条路一样，做的像路一条路一样哎。好了，清出来了，下一条路要怎么走？哎，不对啊，这边都没路，到底要怎么过啊？该不会走下面吧？
哇，有人没有武器到三等呢、欸，赤手空拳到等级三啊，这个应该就是抱大腿抱出来的，被我们抱出来的。这关有一间医院，有啊，我们刚刚那间就是医院啊。我们刚刚那间不是医院，不然什么是医院啊？刚那间是医院没错啊。有人要救，有人要救了。撑住，撑住，撑住。哎、欸，没错。这个，哎、欸，哦，这个感觉像一般住宅。我们清一下外围。好，进去。哦耶，好轻松哦。少点子弹，你应该意思是说叫我少开枪吧？可是我看到这么多僵尸，我会害怕哎、欸，然后就想要开枪的模式去跟他们尬，因为我很怕死掉，担心受怕。你看又卡条了，该死了！没事，不知道这边卡什么。哦耶，大补。以后都用直播来玩这个吗？不一定欸，要看我当时的情况吧。如果当时有临时要出门的话，没有办法晚上开台，我可能就会用录影的方式。因为这个游戏我觉得录影跟直播都可以啊。我觉得这个录影跟直播都行啊，所以说我应该是会看情况而定。如果晚上要开台、如果是我晚上不在家要出门的话啦，我觉得我就是录影啦。就这么简单啊，因为是刚好现在晚上没事，也不知道要玩什么，好吧，开个台好了，反正这个游戏开台来玩起来也不错啊。星期六要读书啊、哦，那就好好的读书啊，啊，学业比较重要啦，啊，以学业为优先啊，好。有以学业为优先啊，差点讲学穴，以学穴为优先。学穴是什么？你看，大排长龙，人太多了，34个人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控制他们了。靠背，知道怎么控制啊？啊，我出来了。庞然大物拔山倒树而来，好。哦，马上又可以去隔壁洞了，好爽啊！进去，哇！他这每一洞应该都可以进来吧？感觉好爽啊！星期六要练球，你是打篮球还是排球还是什么球？啊，要讲清楚啊，对不对？不然我会误会是。某个球没有啦，是不是？会重播吗？会啦，会放记录档 ，OK 的。老头，你有上课吗？没有啊，我已经是上班族了。哦，应该来讲也不是上班族了，混吃等死的肥仔，好不好？这样子好像比较贴切一点、欸。我已经是个混吃等死肥仔了。手球、哦。哦，手球我以前玩过，还不错玩，加油加油加油！为国争光拿第一 ，very good。长得像天使的，一下就可以砍死小僵尸。你说那个拿大剑的对不对？他被卡在那上面了，有没有？对吧、啊？他的攻击力有300啊，所以说基本上小僵尸是一刀一只啊，早就已经突破天际的这个伤害。很夸张哎！现在是晚上哈，靠腰。我还是进去一下好了，好危险啊！顺便看一下聊天室。哦，你是排球，排球队哦。排球我就不会玩了。